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心最新新闻，来自新港乡的消息。新港洪天宫庆祝建国百年，庙内妈祖以25天的时间，徒步展开环台绕境活动，为台湾人民来祈福。而祈福的队伍25号下晡登会到新港乡，沿途受到信众热烈欢迎。民众是以双手拍鼓的方式来代替放炮啊欢迎。徒步环台勇士看到乡亲，热情表示一切辛苦拢有值得。26号下晡5点，包括县长张华官、立委陈明文、洪天宫董事长何达宏、新港乡长柯进宏以及立委参选人陈义珍等上千名的信众，拢在公所前的欢迎门欢迎白马祖环台绕境的勇士，并在人西顶头、三太子、千里眼、顺风耳等开路之下，慢慢行入洪天宫的庙内。你特别的是，这届祈福的活动是以环保为诉求，所以沿路听袂到炮声。洪天宫人员是不时呼叫民众以双手拍鼓啊，来当作是炮声，欢迎这群勇士回来故乡。你举办活动的林碧琪表示，上百名勇士对着妈祖神尊徒步环台25天，总计走了1268公里，沿路上山下海的辛苦拢有拄到。为妈祖环保成就，我都用金甲头来打，只要轮流双手抱着妈祖神尊向前行。其中伫东北角带花坐船进行海巡时阵，拄到大海涌，一抓落来，真侪勇士坚强表情背后，算是吐甲真凄惨。虽然辛苦，但大家认为当陪妈祖全台绕境为民来祈福，一切拢真有。最新新闻，但看法可由黄新刚乡采访。